讲一下今天就是在这么漂亮的场地，然后公司也就是这么支持你，心情应该很激动。对，麦克风找不到。你要讲一下，你现在要讲的，来。对，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一些长官们特地从马来西亚飞过来，然后我会觉得公司真的很用心的栽培我们。你是哽咽了吗？没有，你的声音我一直觉得很想哭，你知道，因为你好像在哭吧。对，下一个位，下一位。真的，我讲一下哦。其实我们公司不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司，可能加起来都比一般公司行号的人都还少。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很棒，就是我们很愿意沟通，然后他们愿意倾听我们的想法。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不只是我们一起完成，应该算是整间公司一起完成的作品。所以真的很谢谢，在我们最低潮、最难过的时候，公司永远没有放弃我们，支持我们，永远支持我们，所以才会等到这样作品的诞生。没有麦克风在那边，我觉得很谢谢公司，因为就是红元素，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让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表我们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如果比较大的公司，可能就没办法给我们那么大的空间。我觉得很谢谢，然后也很谢谢他们再让我们发这个就这一张迷你专辑，就让我们又有一个新的作品诞生这样。嗯，刚刚就是有跳那个在公园的那个。对，在公园摇臀舞，对，摇臀舞，嗯，对，跳一下，来，我帮你拿，介绍一下，哦，介绍，嗯，没有，就是其实这首歌是那个兰波老师特地帮我们编排的，那他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感觉当下是很欢乐，所以他希望我们在跳这首歌的时候不要太拘谨，他希望我们看起来就感觉像是在玩乐一样，所以刚刚那个口诀其实是我自己想的，就什么转转转荡秋千这种，对，就是希望大可以让大家感觉到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是很开心，很像在公园玩一样开心，嗯，或是听到我们的歌，就是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对，而且夏天快到了，我觉得这首歌跟现在季节也刚刚好符合。哦耶，嗯，哦耶，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害羞。嗯，害羞？什么？转转荡秋千。很害羞吗？所以感觉很害羞吗？不会，嗯，我们是去公园荡秋千玩，然后洗手的概念。对，会掉洗手。对，但动作比较性感，对，会不会有点害羞？光用酷手还是？没关系啊，那也是另外一种感觉。如果可以酷手的话，我们也很希望看到不一样的诠释。嗯，对啊，大家可以去学一下我们的舞，对，看到大家的版本，看到大家的 cover。对，嗯嗯。那有一位是往大陆的，要不要讲一下？哦哦，因为我跟他是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拍这些东西。对，那我们是高中大学有玩在一起的朋友这样，所以很开心看到他现在这么有成就，也很开心他的大平台受到这么大的回响。出道就当歌手，他有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有啊，他就说就是他有。他其实私下是个蛮促膝长谈的人，他其实都会非常严实，当然他会，他就非常严谨的说，没关系，很多事情你不用太急，很多事情就是一个机会，你就努力的去把握每一次机会。这样，他其实私下蛮像一个大哥哥跟爸爸的感觉，他其实是会说教的。那他歌唱上呢？他的歌唱我就不方便多说了。有听过吗？有啊，想听哦。嗯，这个，喔，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对，可以 Google 一下他。但他主要就是演员嘛，他毕竟就是演员出来，然后大红大紫，所以他的演戏这方面真的是就是不毋庸置疑，就好好的演戏。演出那电影也是算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神，难道都没有想说要喜欢他或者？哦，他完全对啊，没有感，可能因为太熟了。如果我先看到电影才认识他，那还可能有一点点可能。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已经认识他了，所以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很想笑，因为他私下是不是这样子那么深情的形象这样，所以我就会觉得反差很大，就很好笑。今天是不是多了一个新团员，然后中了一个新团员？哦，oh, ，对，雨农吗？雨农发表一下。嗯，我是新团员。嗯，对啊，然后很开心，终于有一个跟大家的一个作品，也算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啊，所以还蛮紧张的。希望把所有部分都可以做得很好。有点语无伦次。凯西要讲一下今天你生日，有没有生日？有没有收到最特别的礼物？或者今天打算怎么过？我
今年收到最特别的礼物就是我的粉丝们，他们集结了他们的力量，然后帮我包了十台公车，还有在那个西门町的电视墙，然后每十分钟会播一次。然后因为我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因为我其实有下载那个公车的那个 app， 就是你可以去看说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对，我希望可以就公司可以放我一天假，让我好好去追这个公车，因为我自己本人还没有看到我的公车在路上，反而是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说，哎，我今天坐到你的车，然后一直传那个讯息给我，就觉得天哪，我也好想亲自目睹这些公车，然后真的很谢谢他们。然后其实我自己是不鼓励大家花钱啦，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心意，然后我真的很感动。但是我希望大家如果来看我们，就是写信给我们，或是做礼物给我们，其实我们就很开心了。嗯，对。就是公司要把你们打造成就是韩国系的女团，那你们自己觉得跟他们比起来是什么？哦，我想要澄清一下，其实我觉得公司一直没有想要往韩国系的女孩这方面走，但是只是因为刚好我们的制作人是韩国人、嗯，对，所以我们的音乐还有编曲一定会像韩国，因为毕竟我们的歌本来就是韩国人，由他来收歌这样。然后我们的造型也是因为我们这位制作人他在韩国就认识一些厉害的造型，所以他们愿意飞来跟我们合作。但其实我们一直都希望我们可以代表台湾女团，对，就是不希望大家一直觉得说，哎，我们是仿韩或是我们抄韩国，因为其实舞蹈的编排还有一些歌曲的演唱都是我们自己的风格，对，不是说是像韩国这样。嗯，而且像我们的有一些词曲还有服装上面，其实也是跟台湾的造型师做合作。像我们这次记者会的也是台湾很厉害的造型师帮我们做的，所以也不是全部都是韩国的风格。对，嗯。